那是惠灵顿。惠灵顿是啥呀？就是有个姓惠灵的，他炖的牛排。我就在市场买的，嘎嘎新鲜。你看这边全是肉。咱俩炖个牛排火锅行不行？那不是跟咱们炖排骨一样吗？啊，基本差不多，但是能放菜呀。涮着吃呗。嗯，那行行行。现在是不是就能吃？不能，这是刚烫好的，烫完还得炖呢。咱俩就做清汤那种蘸火锅料吃呗。对。你先把它炖熟了，你涮菜涮的菜。再整点菜呗，你想吃啥菜？你是吃菜呀，还吃肉啊？你不是为了吃菜吗？涮的。我现在改主意了。别的呀，咱俩算一点。其实我也挺馋火锅的，搁点糖哈，完了蒸点蔬菜啥就完事儿了。行行行，挺好。干豆腐咱家也有。搁一点啊。那可不一点咋的，得省点食。刚才看了一个扎心的评论，说我没有过年好看了。我可不没过年好看了咋的，你们看我这身上胖的，其实我吃的还真不多。趁着这边炖肉呢，我去洗个头吧，可能也是好几天没洗头的事儿。这个冻的都把长袖穿上了。你是瘦不抗冻啊，我是胖真抗冻啊。有点冷。选个火锅店，咱涮火锅的，吃点干豆腐，咱俩可以吃了。Yes。冰箱里还有点羊肉卷，咱就吃这个牛排就够了吧？够了。多下点干豆腐啊。Yes。我姑娘是不是这样？嗯。我学校我姑娘。放点粉条。出骨了。鱼，好啊，最真实上这块肉，这块肉得有二两。嗯，呜呜的开呀。嗯，可以小点。嗯，我想要个牛排，这个汤也可以喝哈。那必须的。太香了，媳妇，以后咱们就这么吃啊！你说炖完的这个牛排直接上火锅，原汁原味儿。嗯。今天晚上实力不行，还剩这些，明天早上再放点土豆给它炖上。